Hello， 大家好，瑞晚です。在 Version Z 的更新之后，游戏内就一直有很多的 bug 啦，大家都知道嘛哈。那这边的话又有一个 bug 发现到了，那应该说之前就有了啦，只是我没有来试过，然后这一次就特别来试一下，还蛮好玩的。怎么说？不死的19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19号后尾血量框的后尾，它正式只有三格血量罢了。可是通过它的那个细手啦，细手气弹系必杀不是可以回血咯，这一只19号。龙族历史的那个第二关啦、啊。然后在这边它的血量就越打越多，突破了它的血量上限，也就是这一次的 bug 的内容啦。啊，真的是超级有趣。所以我们可以带着各种各样的气弹系必杀的角色进来这边，然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玩那个无限叠拱叠防这样子。像是这一张北极豆，我们就在那边就很爽啦，可以一直的 final kamehameha 连续的发动，还蛮愉快的啦，就是这么个样子。虽然说只能单独带气弹系必杀的角色，以及就是不能带气节的角色这样子啦。然后 Dokkan Wood 的话还是会造成那个伤害的，这个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点点。这边会有 Dokkan Wood 触发，可是因为它的这个血量已经突破上限的非常多了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不用 tap 它的 Dokkan Wood， 就可以继续的叠上去这样子。我说这个 bug 怎么说呢，就娱乐用，实际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嗨，看没看没看，这边会打出伤害，然后血量不扣，因为他的血量已经突破上限，不知道去到哪里了。嗨，就是不断的被吸收，然后就是伤害值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他吸收的那个血量来判断啊。这张既然被他的攻防已经跌到非常非常的高了，可是就是这个样子了。你看这边他随便吸一下就两三百万的血量就吸上去了啊，也就这样子了嘛。这个东西就可能拿来做娱乐用途还行啊，偶尔就拿这个叠攻叠防的角色来玩玩。之前有拿过那一张Zeno 悟空啊，想说他大幅叠拱叠防，可是我忘记掉他本身还有一个高确立的气绝，所以带过来的时候，不断的把这个19号给气绝掉，然后他就挂掉了，因为在他气绝的状况中，他是吸不到血的。哇，这一次的关卡他也就是这样子的棒啦，还蛮爽的。主要的爽点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尝试不断的把攻防给叠上去，那个真的是还蛮有趣的。然后这边的话回合数就算突破99关啊，还是照样可以进行下去，它的回合数破100也是没问题的。可是破了100关的回合数之后，因为虽然说是无限叠攻防啊，可是它也是有一个上限，也就是99回合之后再怎么叠它都固定在那一边了，就没有什么意思啦。所以就是99回合内把它叠到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尝试一下，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啊，那个真的是要花蛮多的时间的。因为虽然说只是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然后看着它发必杀罢了，可是消耗的时间其实还蛮多。我只不过是随便玩一玩就差不多半个小时就没了。因为每一发必杀它都是需要时间的嘛，大家都知道。有得空啊，那就玩。这边像才叠了个20多回合，然后连接也不满的情况下，这一张既然被400万攻击突破，然后三连必杀，好爽。如果这是在我们正式的那种战斗中发出这个四发、三发必杀，真的是害翻天。然后在不死的扎马的关卡内啦，这北极豆的四发必杀，连四发的话是会直接把它 K 死的，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北极豆啦真真正正的把它的攻防能力给叠上来。如果在其他地段
那个、就算是不死的的 Zamas 那一个关卡啦，也是很容易就会把那个 Zamas 给轰爆了，大概打个30处回合左右，叠了30处回合，就不能了。上次试过30处回合直接就干爆了，太猛了，那个四发连四发的 final 的卡喵喵哈，400万这样上下，真的是炸很快。因为我那个不止400万了、啊，一下子就破千万了，那个一下子就破千万了，真的是很夸张。因为那边的话，连接我们可以带到比较顺的，而这一边可能就没有办法。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啦。有兴趣的就可以去跟他找来玩一玩，像悟饭摆在这个三号位啦，随便叠一叠都40-50万了。嘿，王莫西瑞，好啦，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有这个棒啦，只是不知道几时会跟他维修。如果想要玩这个无限叠攻防的，然后找一堆气弹系的角色，就可以过来这边稍微爽一下。就是这么个样子。嗨，吸收。普攻啊，普攻是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问题不大。你打他200万，你的一个气弹系必杀就可以要回个300万了。笑，好啦，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也不要继续下去了。之前尝试了一次，打了好久结果不知道是又是 bug 中 bug 还是怎么样啦。我就退出游戏，再进来之后。就把它给干掉了，所以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想要玩这个 bug 的话，那这个 bug 应该是不会有，因为不影响整个的平衡啊，所以大概官方也不会去管，只是等官方修复这样子之后就不能玩了。好啦，就这样子吧。然后最后嘛，这一个是可以无限叠攻防的物理卡，等着极限这个红神悟空。以及最后的这一个是帝王拳鬼怪气功这个悟空，其实在这边一叠一叠啦，其实还是蛮猛的。最后看一下，243万，20多回合。不过这张感觉是怎么叠都不会到特别强，一般也是连结的关系。然后这一张真的是很期待他的极限在速速的这一张。至于最后的帝王拳悟空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啦，因为他已经极限过了嘛。攻击大幅提升这样子，然后防御力无限提升。好，那么就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报啦。目前就是这样，最近已经又陷入了涨潮期。好，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加满单呢。